大家还是同心的为台湾篮球加油，谢谢。毛嘉恩九年生涯完美篮球梦。火焰前锋毛嘉恩昨天在父母及女友的见证下，完成九年 SBL 生涯最后一场比赛，正式宣布隐退。其实真的太多了，就是从像大家讲的黑人，然后教练团也带领过我，非常感谢他们。最后就是谢谢所有的球迷朋友，因为其实是最重要的。对球员来讲，真的是最重要的动力。当然，大家对毛嘉恩最深的印象就是帅气、感情生活，还有帅气的球技。他昨天在最后一场退役比赛出赛10分56秒，拿下7分4篮板1个助攻，助球队赢球，光荣结束 SBL 生涯的比赛。他球场退休后，将转任球团老板特别助理。这个节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恭喜我们中国。